今天吃一个柠檬酸辣皮肚，这一袋是2斤。哎呀，这也太多了吧！哎呀，这个味儿太好闻了。哎，哎，我的妈耶！来个封面，一瞅就好吃，是不是？我先尝尝啊。QQ 弹弹，好吃。我看啊，猪皮、饮用水、辣椒、柠檬、鸡汁、鱼露、红糖、米醋、蚝油、白砂糖，哎呀。老铁们尝尝吧，真好吃。这怎么是特辣的呢？是不是应该有不辣的或者中辣的呀？我吃不了特辣的。你们吃不了特辣，你们看看有没有有中辣啥的，哇，真好吃。